是去是苦，你还怕不怕付出？如果坠落是苦，你还要不要幸福？如果迷乱是苦，再开始还是结束？如果追究是苦，这是坚强还是执迷不悟？如果分离是苦，你要把苦向谁诉？如果沉默是苦，真情要不要流露？如果痴心是苦，难道爱本是错误？如果相爱是苦，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处？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，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。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，就算是苦，我想我也不会在乎。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，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。有些人弃剑如遗，有些人终身不负。人的信念终是有所不同。小红书。